赢了呀。对，我赢了。那你轮空吗？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把游戏规则我听懂了，所以你们俩先。哎，终于明白一回。漂亮。决定投十个币。投。因为对，因为刚才他试探过我们两个人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哎，废了，基本是废了。是指哪打哪，他们俩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。哇！三二一。我对不起你，孟姐。子毅刚才在自己队里是所向披靡，对，然后到这连输两分，你要继续来再试一次吗？再试一次吗？到手，哎哎，好来了，孟姐，孟姐是这样的，他的爱车破别人裤子，不用打我脸。哎，要不要这样？哎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安全了啊，来准备，现在老秦进攻，来三二一，看这个。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个。走过悲伤的尽头，总会有一个人带我温柔。他都是输的时候不讲究，还是输了。没有一条干的裤子能从木子里这逃开。你是故意的，我太紧张了。阿比阿比，来啊！拿哪儿给你啊？拿哪儿给你啊？拿哪儿？三二一，看这个。二一，看这个。二一，看这个。哎，这不算，这不算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会吗？肯定得扣了，过分了，这得扣了。太过分！老秦那句话都没说，三一，哎呀，